看一下哈，刚做好的两款标准款的台钻啊，不锈钢的外壳，同不带同不为传输，靠山为这个铝合金，行程为这个导轨和滑块，底板是5毫米的铁板啊。看一下啊，这款导轨滑块连接啊，非常的顺滑，动力非常的大啊。这款台钻声音非常小啊，开机听一下啊，声音非常小。然后咱们现在来拱一下这款这个铝啊。看一下啊，这块铝啊，厚度是这些啊，看一下哈，厚度拱完了啊，通心度非常的高啊，看一下这款啊，钻头也非常大哈，我用的钻头，看一下钻头是非常大的啊，然后拱出来的应该是在6个的吧，这是6个的孔啊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啊联系我啊，有需要的看一下啊，非常的漂亮啊，这款。